我饲到五千只，外销去日本。迄个时阵，我上趁钱哦，生意上好。啊，听到上林师傅伫咧讲吼，啊，众生有可能是你过去生的亲人哦，唔好搁再做杀业。啊，我听你讲吼，足惊哦。就安尼，就一直想讲啊，愈歹做，愈歹做安尼吼。啊，就按市场的这个大卖的这个生意吼，甲零售。市场先甲收起来。自我入主持了后，啊，听到师傅开始，我想法了，就一直家己真忏悔，讲啊，我过去做遮侪杀业，唔知要安怎，啊，就来公司来吼，请大家吼一礼拜两工，啊，就来食素，啊，咪当减少着我过去吼，有滴杀业遐尼侪，哦，啊，加些食素，啊，就走晒一条那个森林啦。我们老板娘她提倡吃素已经很多年了，她也希望说我们能做到上人提倡的，就是两八分饱，两分助人好。所以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五，老板娘都跟我们大家结善缘，就是大家一起吃素。听到了要如素，我听得是很感动哈、哦，常常都会想人世间所求。在意念呐、啊，永远呢、啊、都无穷尽。就如我们吃的，你吃再多啦，同样一天呐、啊、还是三餐以上。所以也是天不饱的，也天不满的。鼻梁底下这一横，鼻梁底下这一横是什么？嘴巴哈、哦，所以这个嘴巴呢，吃的吃永远都填不满的啦，而且为了口欲，这种吃在口头上呢。实在是填不满，可是呢，要知道多少生命啊，活生生、血淋淋的从口进去，那能停留在自己的胃肠里面，到底有多久的时间啊？那你吞下去呢，还能分别它是什么样的滋味啊？什么样的滋味都没有啦。到了胃肠里面啦、啊，我们的身体的构造啊，很微妙啊，就是消化分解哈、哦，消化好的。它就营养的供应每一个器官部门，那消化不好的、啊、那就会助长了我们身体人人与生俱来的所有的病菌，都会助长了它，就如一个大乾坤呐、啊，大乾坤底下好坏的人都有，在我们的小乾坤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好坏的菌都有，我们不能没有这个吸收进来，化为营养，供应我们的这个体力，但是我们经不起呢。那样助长了这种不好的细菌，成就了这个人的身体会有病。每一个人啊，能健健康康，这就是福。所以啊，听到哇，我发愿要素，我听了也是很感动。感动的呢，是难行能行。吃的能这样的清净如素啦，谈何容易呀、啊！
没有下了很大的决心是做不到的啦。那下了决心呢，我们身体力行，对身体的利益可多了，所以啊，儒术很令人赞叹呐。同时呢，行善的确呢，也是一个让我们身心健康的方向。一念间，一切都是在一念间呐，一念可以善，一念善呐，那就是造天堂人间。那么天堂，大家都知道，天人呐，那福禄寿啊，拢总有哈，福禄寿啊，都很俱全。他可以享受，他又长寿，又是呢物资很丰富。佛法所说的天堂，其实我们不要把它想成了在人间以外的我们看不到的天堂。其实人间有天堂啊，我们在人间呢有福，一生中呢享受了福报很多，那么也有此啦，这种福报呢又长寿，那同时呢子子孙孙又乖哦，那就家庭和乐融融，那事业又顺利。那一生中几十年或者是百年都是很幸福的人生，这在人世间啊也可以看得到啊。可是人间的福不是一定有钱人才能造福啊，有钱人可以享福，不一定呢能造福。很多很多人呐，就是他尽管很有福，那在他棘手一点来说，可以帮助很多人，他不想做，别人要做呢，他还会阻碍了别人。常常在提起说，有钱的人要捐钱较辛苦啦。因为呢，捐少了没面子啊，捐多啦舍不得啦，所以呢，有钱造福难呐。所以我们常常都在说，富贵学道难，富有造福难，因为就如天堂。天堂在佛法来说啦，都说只是享受过去所造的福，所以他生在天堂啊。因为呢，他天堂享福多啦，享这个寿命也长啦，他不觉得除了享福以外，还有其他的道理存在，他都不想要去了解，就是一生呢，只是享福享福，什么他都不知，只是呢，在世上哦，人世的世相里啦，享福，他不想要多进一步呢，来求佛法，所以很多的道理。他不清楚，所以呢，人生啊，看到别人的疾苦，都以为呢，他跟我无关呐，苦是他的事，那享福是我的本领，所以呢，世间一切的，他只是看到自己，那就不管其他。
可是了解道理的人呢，就会知道众生共业啊。期待呢，我们各位菩萨们呢，互相勉励啦。那这样投入慈济，做慈济事啊，在人群慈济的慈济宗门人间路啊，总是呢发誓无量心慈悲喜舍投入人群。当然啦、啊，我们人人呢都在闻法啊，这净思法脉勤行道，要按照这样的道理呢，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可以呢有心走入人群呢，去帮助人。